挤我的波，怎么又跟我扯上关系了呢？嗨，你这孩子把我凶懵逼了，咋回事啊？我听你们讲讲八卦，听你们讲讲八卦咋回事？啥情况？怎么就跟我有关系了呢？你不会就是小号吧？你不会就是他小号吧？我跟他连麦就不会被封了吗？我是他的守护神吗？我是他守护神啊！我，他跟我连麦就不会被封，不会封了。这还不是人与之间信任的，跟你们之间有信任啊，没有信任的话，我现在都大棉袄在床上，大棉袄在身上。对着我们可以吗？是不是？我都要下播了，我都要下播了，对着你们呢，我都要下播了，还对着你们，太好了，我都一脸懵逼，不管是觉得好的还是不好的，不管觉得好还是不好的，我一脸懵逼。你看我这无辜的脸，大脸，看我这无辜的大眼睛，我都不知道咋回事儿，我都不知道怎么回事啊！支配？什么叫支配啊？什么啥叫礼物支配？谁被支配了？支配我啊！你要是军训我吗？这军训我啊！请给我端着，我要不要这样给你做？我要不要准备个小桌子这样给你坐着？扎马步我给你，抓紧下播吧。好的，乖乖，因为刚才大家说，因为我的原因嘛，我就想听听八卦。我这个人还蛮八卦的，喜欢听八卦。被支配了？为啥？啥被支配了？跟他们聊，聊天没个头了，挺好的。挺好玩的，我比较八卦，主要是我自己八卦，好像女孩子都比较八卦，是不是？嗨，真的，我都把你们真的当聊八卦的小朋友了，想听谁的八卦是不是？每天不用，我不用刻意说想听谁的八卦，反正大家一有八卦，马上就会来我直播间，第一时间把这小八卦告诉我给我听。我这不出门啊，不用我刷斗鱼，不出门我就能知道好多小八卦。被支配了，那人家肯定不会同意的。人家换做我也不会同意的。你左膝盖怎么了？是不是撞到桌子上了？乖，我的天呐，今天这乌漆嘛黑的一个乌漆嘛黑的裤子，你都能看见，牛牛了啊！我也是没办法遮掩了，没办法遮掩了啊！这么乌漆嘛黑的裤子你都能看得见，牛逼了！好了，下播了，你们明天有八卦了，明天再跟我讲吧，好不好？有八卦明天再跟我讲啊！我要下播了。单身吗？当然了，单身 YYDS，永远单身。你们在我直播间刷到 YYDS，就是永远单身的意思，永远单身啊。白色的话太显胖了，乖，白色太显胖了。等我瘦到90斤，我给你们安排好不好？等我瘦到90斤，肯定给你安排，说到做到啊。我们下来说到做到。好，晚安了，拜拜了。大家都催着我下播了啊，你们是第一个催着我下播的人。拜拜，晚安，祝你们做个好梦哟！来，最后感谢大家今天呢对菲菲教练的支持，你们点的小心心送的小礼物我都收到了哦，感谢你们对我的支持啊！早点睡觉，不能熬夜，熬夜对皮肤不好啊，还会变老，你知道吗？熬夜会变老，对皮肤也不好，对不对？坏处多多，大家注意早点休息啊！晚安，可以下了吧？可以下了，晚安，辛苦了，大家看我直播也辛苦了，现在也挺辛苦的啊！那明天下午3点继续哦，爱你们哟，拜拜，比心，biu biu biu。